Zach Rex 是一位视觉开发艺术家，为动画片进行人物设计和绘画。在他众多的作品当中，有一组非常特别的插图引起了许多网友的欢迎。原来这些是讲述情侣间最美丽和纯粹的爱情，即使隔着荧幕也能感受到作品带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。一起来看看他的作品到底有多感动人心吧。互相依偎在一起，伞下的拥抱，一起露营的快乐，别再做傻事了，你还有我，青涩的一吻，最幸福的相处方式，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非常浪漫，即使只是简单的弹着吉他，或者陪伴对方工作，这都是一种无可言喻的幸福，成为彼此的依靠，一起看星星，最单纯的快乐，美好的独处时光，周末一起出外走走吧。抱歉我迟到了，真爱是不会消失的。更多浪漫的作品。